Hello， 大家好，我叫彭梦乔，大家可以叫我小乔或者 Miki 都得。咁我系嚟自香港啦，今年就20岁。咁我喺14岁嗰年就开始接触小型赛车，咁玩到而家都玩咗成5至6年啦。咁我喺旧年2011年咧，咁我就拎咗依个全中国卡丁车锦标赛嘅粤级组全年总冠军啦。咁我喺上一年除咗又会参加依个中国锦标赛之外，咁嚟紧今年都有参加香港锦标赛啦，咁嚟紧7月14、15号就会喺依个深圳嘅沙井极速赛车场度就进行埋依个香港锦标赛嘅最后一站嘅。咁如果如无意外嘅话，都可以继续卫冕依一个全年嘅总冠军嘅。咁我除咗会有参加小型赛车之外啦，咁仲会做一啲代言人啦，例如一啲二轮车咁嘅代言人，或者一啲空气清新净化机嘅代言人嘅。咁除咗做依啲活动之外，亦都会出席一啲例如今日依啲活动啦，车文化的展览会都会出席来表演一下，做下一些卡丁车的表演。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我去帮你们做一些宣传或者做一些代言人都可以。